很好，请问你是不是因为吃了品会很优美？是。有没有吃了这么多品牌？其实我要先说，我被我朋友骗来这里，他没有说有媒体，他就说哎、欸、来吃冰嘛，我说 OK 啊，好朋友当然。所以我没关系，我来到这边，我还是要说一下，吃到有会有，是我来到台湾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又加上是因为好朋友，然后东西也很好吃，也低脂，然后也对皮肤好，然后重点是最近重新改装，变成熟了点，也开始卖一些真那个食物，三明治、沙拉，有的没有的，好好吃。对，谢谢。谢谢。拜拜。哇。在台湾非常的受欢迎。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品牌总经理 Alan 来畅谈他的为什么有波有在我们台湾这么受欢迎的秘诀喽。欢迎 Alan。 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有波有啊，因为在台湾很受欢迎，他已经第四年了，对不对？那你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为什么他在台湾这么受欢迎的秘诀吗？其实当初我们创业回台湾这边，就是想把这种我们觉得很独特的食品带回台湾，跟台湾消费者分享。那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在于说，我们打破了食品业的传统的冲突概念，就是健康跟美味。那我们用 yogurt 这个零脂低卡的原物料，创造出好的美食，所以呼应了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可以大量把它发展的在台湾这个市场，而且希望未来可以发展更多的市场。对。所以其实一开始台湾对 yogurt 这种这个东西好像比较没有多，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东西。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优格还蛮促进我们的肠胃的这些消化，而且它其实非常的营养。所以你是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就是接触到这个东西？对，因为我本身是学生化工程，所以我对于这种菌类的培养有一些了解。那本身 yogurt 它是这个乳酸菌的一个概念，那它本身有很多的健康效益，包含丰富营养成分，然后也可以帮助大小肠的蠕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只是没有人把它好好运用在一些直接和 fusion 上，其他地方从你们材料发展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产品，包括最一开始我们的冰淇淋，还有现在新的一些轻食，包括沙拉、沙拉酱、三明治这些蘸酱，我们都可以用。我可以请问一下，刚才我们的总经理有提到 fusion 这个名词，请问 fusion 在我们台湾代表是？ fusion 其实就是混搭的意思，那它代表的就是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甚至冲突的概念结合起来，比如说中西合并。那优格优这个品牌其实最重要的两个 fusion 概念，第一个就是要结合健康跟美味，那再来就是要中西合并。所谓中西合并什么？就是把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技术，然后搭配当地的食材、中国的食材、台湾的食材，把它做一个推广。所以我们有风油呢，是用的都是我们台湾在地的食材，对不对？而且我们都是精心挑选过。那你可不可以请 Alan 来介绍一下我们东南亚这边开幕之后有多哪些新的产品？我们除了最原始的这个很受欢迎的优格冰淇淋之外，我们还多了沙拉、三明治跟松饼。那我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沙拉跟三明治的酱都是用优格调配出来的。那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特别、比较之前没有做过的方式，比如说咖喱优格，比如说青酱优格，比如说瓦沙比优格。那松饼的部分，其实我本身松饼的饼皮也是用优格做出来的，我没有加一些优格粉在里面，但会让它的这个口感会更特殊。所以很多的产品的延伸都是沿用之前的概念去把它做出来的。哇，很特别，连松饼的皮都是用优格来做出来，这个我真的没有吃过，还蛮想试试看。对，很特别，又有一些像瓦沙比的优格啊，或者是一些青酱优格，这些好像都是非常创新的一个新的产品，对不对？对，那除了这些产品之外，我们当然也有茶类。那我们的好吃的冰淇淋，今天听说也要免费送给我们现场的来试试，对不对？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试吃的活动，所以等一下会让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消费者们有这个免费体验的这个方式去好好的享受我们这个创新的商品。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有没有像我们这间店呢、你会听新的旗舰店开幕有什么新的期望吗？或是带给我们就是顾客一些新的感受？其实这家店对我们品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不仅让我们之前的品牌做一个提升，整个形象做一个改造之外呢，它也是未来我们发展到全世界国际，比如说东南亚或者中国大陆的一个开始。那我们要重新更加的凸显我们这个品牌的理念，就是 fusion， 就是
结合健康跟美味，所以这个形象对你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油锅油让大家吃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就是美味又非常的好吃，这样对不对？那听说我们的 Alan 非常的会挤，双麒麟，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想要看他挤下如何挤出漂亮的双麒麟吗？可以表演一下吗 ？OK 吗？那麻烦一下我们 Alan 挤下这个非常好看的双麒麟。好，现在 Alan 为我们示范，就是他非常厉害的挤双麒麟的技巧。哇，有没有很漂亮？超漂亮的！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精心挑选的食材，让大家吃得非常健康，也是非常美味的我们的有风味的优格双麒麟。那现在 Alan 为我们示范的呢，就是我们的巴西莓的口味，再加上我们特制金属的配料。哇，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我们的优格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除了可以帮助你的体内环保之外呢，而且还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好哦。当然它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还可以加速你的钙质或是乳钙质的吸收呢。所以优格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哇，完成了，这就是我们 Alan 特制的优格双麒麟。那可以谈谈跟优格优有什么样的？本身优格这个品牌，它是我们的 slogan 是 yogurt for you 是说是，那讲究就是我们品牌非常注重消费者的需求，我们要把我们的优格这个原物料做一些往上的发展，然后结合健康的这个概念，然后提供给我们消费者不同的创新的差异化。那在东区相当多的餐饮区，那优格又要怎么样走出自己的独特性呢？其实当初我们选择在东区这个非常竞争的市场做形象店的初选，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挑战这边不同的那种咖啡和咖啡的概念，不同的风味。那因为本身我们的品牌主旨是很强烈，我们要结合健康的概念，运用优质的材料，所以我希望在最难挑战的商场里面去做一个品牌跟品牌的选择。我们其实就是要讲究 fusion 的概念，应用 yogurt 的材料与其他咖啡材料，研发出不同的口感，包含了我们最原始的冰淇淋，还有我们的新概念的沙拉，还有三种水果的花生饼，这些都是不同的原料。可以谈谈未来有什么新东西吗？其实 yogurt 这个品牌的理念是结合健康跟美味，对于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复杂化的需求。还蛮呼应的，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发展，我觉得非常有发展潜力。所以希望今年我们可以踏出台湾这个领土，然后可以换到东南亚各种大城市。所以将来是有要进军国际的一个企图心在。我们希望可以在未来三年之内开五十间店，然后可以把最原始三年前一个小小的四大夜市那个小胖胖的一个小店，变成一个 MIT 的国际品牌。那可以谈一下就是优格的部分有什么？其实优格我们自己筛选的乳酸菌，它这个搭配方式比较特殊，因为乳酸菌有三十几种，每一种菌它的口味跟口感都不太一样。那我们结合我们的技术发展出我们觉得最适合台湾消费者的口感跟口味，凸显我们每个产品。那本身优格它有很多健康的因素，比如说它的样本很丰富，它可以帮助大肠的蠕动。所以可能对人体的环保啊各方面都很好。谢谢你。Okay, 谢谢。